方式。第56届金钟奖声音设计奖得奖的是林耿农不羁，台湾百年流变与停过，在原创配乐中巧妙融入文化符码，并于配器声响上与时代歌曲音档相呼应，兼具情感、态度、人文观点。恭喜林耿农、不羁，台湾百年流变与停泊，得到第56届电视金钟奖声音设计奖。看我穿这样就知道我真的很意外。感谢公共电视，感谢评审的肯定。然后，感谢十月影视所有辛苦付出的同仁们，然后要特别谢谢这个在这个节目里面帮我们做这个音效跟混音的 Jimmy， 还有我的好搭档吉他手尤伯彦先生，还有我的家人们，我在世界各地的家人们，在波士顿，在洛杉矶，在新加坡。尤其新加坡的家人们，我很想念你们。我知道新加坡现在就是面对新冠肺炎这个很大的挑战，希望你们都可以平安的度过一切。然后感谢我的父母，感谢我的妹妹、我的妹婿、我可爱的两个侄子，然后感谢一路给我照顾的朋友们。当然最后要感谢福昌峰导演，从我15秒、30秒的广告配乐一路做到现在，感谢你，然后谢谢大家，谢谢。